吉吉武昌宫是许多游客都会前来参拜的地方。考量快筛时机不足，在仙远游号、肖志全以及三星七月捐助下，日前前往吉吉分局以及武昌宫来捐助快筛时机。啊，感谢哈、哦，咱游号议员哈、哦，啊，今日啊上这个快筛剂哈，啊来咱武昌宫，而且借着这个机会，武昌宫管理员会再一次感谢咱游号啊议员。来个咱武昌宫，啊，来个地下宫奉香甲参拜。有议员也指出，为了帮助员警在执勤的安全，并了解到武昌宫的需求后，在三星企业的捐助下，特地前来捐赠快筛试剂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。那所以今天的话，我跟服务团队也邀集了慈善会还有爱心企业，来共同来吉吉这边，来提供吉吉分局还600剂的快筛，那同时也提供武昌宫300剂的快筛。那希望不仅是员警在执勤的时候都能够一切的平安顺利，还都能够方便也保护自己。新议员肖志全感谢三星企业对于地方的关心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他们有足够的快筛试剂可以来使用。一些企业募集快筛剂哈，来提供给我们分局以及我们武昌宫附近的游客哈，让他们要进入庙宇之前呢、啊，能够更为安全呢、啊。我想非常感谢游号议员及我们提供快筛剂的这个企业哈、啊，能够为地方我们乡亲的安全呢、啊，提供相当好的益助。相信在三星企业的协助下，不但捐助了许多快筛试剂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。记者邱品义积极采访报道。